察了到多少鱼缸说是一直个太引起争议，因空分局要进行调查。刚才是因为感情因素，台南有一个男子去火锅店看油菜，却是引发火灾。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议会选举只是独立的进度，实质减少。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5月13的《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迪伟。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到台南银矿竞赛在巡逻时阵，抓到一个多灾越南渔工，说是一直个贪有不好这种行为，按照卫兵是扣兵将扛上网络引起争议。银矿分局展开调查，讲那是有疏失，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十二号暗时，两名影控叫民警骑着巡逻车，伫抓一名男子，到甲影控的豪华三街顶面。男子是来回走，伫逃避，甲警方算起咪相找。随后警方是包抄，将伊共男子抓着。不过后一秒，其中一名民警煞直接一直踢一名男子，过程全部起用翕落来，打上网络引发争议。当然是没有那么的好啦。系啊，伊都一直甲约啊，你底下一直哭啊，好，我惊我这个门啊哭，我惊伊走，我记头唔知是外劳的。我感觉都已经掠着啊，伊个人啊散散啊尔，甲站，因为伊是空手，伊也毋是吓啊，而且搁外劳。银矿分局表示，两名民警执行巡逻的勤务时阵，发现一台小客车车顶无开，因此甲拦截，无想到驾驶煞加速离开，连弄三个红灯，甚至家己弄着了后，阁用走的走离开。后来经过警方的搜查，才伫个银矿豪华三街查到这名男子是越南籍的私人渔工。对于查缉的过程，民警疑似不当的动作部分，银矿分局已经是展开行政调查。那本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警察如果属实的话，会严正追究他们的责任。查到失联的渔工，警方是以违反离出国以及移民法，而且移民署台南市专勤队来办理。伊执勤的过程当中，若是有疏失，台南警方是强调严正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且持续强化环境的教育训练。记者郑云南报道。同款是发生在台南的新闻，岸边有一间火锅店，昨下是传出火灾，有一个男子，可能是因为感情纠纷，去店内泼油菜，算是引起火灾，造成家己甲店内两个人客受伤，详细原因，该等警方调查。嫌犯驶这台白色轿车违规并排停伫咧路边，伊对后车厢挂一桶红色的油菜出来，今日去伊前某工作的火锅店内面，那家玻璃罐破，一个泼油菜引起大火。造成店内食饭的65岁人客，脚手拢有二刀15%的烧烫伤。爸爸，爸爸整个烧起来啊！爸爸整个烧起来就对啊！爸爸，爸爸后面出来的，他整个烧起来呢。现场规头家拢是红油菜，让人看了就惊。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把火拍花，封锁现场，不爱让人换。37岁嫌犯可能是感情的原因，走来吃破菜，伊家己的手也去烫着，被逮捕了，赶紧把手放伫水桶内面降温。你知道伤害到人了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找着火。不知道为什么着火了吗？泼油漆。前面已经来威胁骚扰过我们很多次，我们报警也都没有用啊。他是针对你吗？针对我跟我男朋友。对，我男朋友是这间店的老板。嫌犯的丈夫是火锅店的员工，讲嫌犯可能是食毒，精神状况不好，警方将逮捕了，带火送病院。诚信犯嫌因手部受伤，借物送医，初步了解为个人感情纠纷。本分局将调查完成后，依涉嫌违反刑法、公共危险、毁损、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这边火警造成3人受伤，其中一位26岁女性手去烫着，歪去病院；另外65岁查甫人客，也个嫌犯两个人拢送病院治疗。因那详细作案的原因，也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他都看到警察办案，小人员拍火拢有风险，那不立委都提案要收工会费，和警消人员冇权利做工会。不过劳动部长柯文春是认为，警消人员是公务人员，甲一般劳工无同，拍算修订公务人员协会法会更加适合。去年9月，屏东平阳大火夺走4条消防人员的性命。从2004年到2016年的期间，累计殉职的消防员都有18个。消防员出生入死，24点钟轮值待命，业务过重。
已经有真侪个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消防员安全劳动权益。那被立委嘛提案修法，让消防警官会当依法来做工会。部长放心，主工会的目的不是罢工啦，我觉得就是不是不要用这个理由哈来阻挡嘛。你们的书面报告有写到说，已经把800人可以组成工协会。下降为400人，可是比起组工会，只要30个人就可以成立，这样子的人数是天差地远。国民党跟民进党是大力批评，因为现阶段消防员的员额不够，阁过劳，权益无受到重视。柯文哲回应讲，消防警官的身份是公务人员，性质跟一般的劳工无同款，倾向建议修订公务人员协会法会较适合。不过去年十月，尾也因为到期无连续，去用退回。在兼顾稳定公务体系，也够提升经销权益两大原则之下，今年会赶紧提出草案。行政院跟考试院也在研拟，就是研商修订我们公务人员协会法，以这个为方向，那朝扩大还有强化公务人员的这个协商权跟决策权为目标。草案修正的重点包括增订中央三级机关协会，亲像消防人员协会或者是特种协会等等，降低成立的条件，扩大参与的范围，放任协商事项，增订负责的事项。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讲，公务人员协会法无度保障消防员，批评相关部会根本就无咧要义，应该爱参考各国的做法，就算无法度一个手足较周至。马上赶紧修订工会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跨部会合作发现，讲真侪空气污染物是增加感染、增加心肺梗疾病风险。啊，不过那是从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就能改善空污，减碳得到上大效益。空气污染对健康潜在影响有真多，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境部、卫福部健保资料库，也阁有内政部死亡统计资料等等本土的数据，下部会合作8年，最新的数据发现讲，台湾空气品质监测的指标，营业微粒啊 PM2.5， 年平均的高度若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会当达到改善空气污染、减碳、增加平均会数等等上大的效益。不降那。浓度很高，那你会生病，你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考量这个经济的成本，考量这个健康的成本的花费之后，发现那一个交叉点刚好在12.5左右。研究团队表示，那长期踮在空气污染的环境内底，老人筋脉量会减少，脉较无力，体油会增加，脉增加心肺梗疾病的风险。不过，内当甲 PM2.5 的高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亲像肺癌、心脏病、甲中风等等的慢性疾病，十年整体的死亡率会当降7%左右。依照这个所谓国际上的空气品质标准，大概就是12，就是12。所以我们目前是修到这个12来当做这个未来加严的一个这个目标。环境部强调讲，根据台湾本土实证研究数据。今年公告修正空气品质标准的草案，甲 PM2.5 年平均标准值为目前每立方公尺15微克，变较减低12微克。而且同步调降臭氧、甲二氧化氮等等其他污染物的标准，希望尽量降低对产业的影响，创造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停电、跳电问题，电力供应是引起关注。工研院甲台电就举办虚拟电厂发展检讨会。工研院院长就讲，虚拟电厂会当甲再生能源即个分散能源整合成组，会当调控电力。未来若是讲发生电力跳断，虚拟电厂也是上好避免。今年母亲节对新北棒球的祝福来讲，无甲人平静。受大雷雨影响，昨日暗时7点外，罗定关乡乡是乌妈妈，随去桃园百货公司也传出停电人气，只好伫黑暗当中来踅街。总共昨日暗时，包含新北棒球、桃园甲新竹乡山，总共三管区，差不多有7945户不停电。台电其实在防雷、在落雷、在预测里面，其实都有做相关的一些研究。但是它如果是短期的集中的，就如同台风一样，它短期的侵袭的，那它的停电就有可能没有办法避免。台电表示，受北部地区雷雨影响，和设备故障甲线路断线，只是台湾热天常常发生雷雨。
未来如何降低停电率，各界都正关心。为强化台湾电网的韧性，江应仪甲台电这单位13国型机器电厂发电出事，甲应用案例研讨会，出来日本等三合间单位交流对谈。所谓的机器电厂，就是将真侪小型分散的发电一个独联设施，正确正做一个管理平台，都亲像一个温馨的电厂。万一电网欠电或是电力跳起，这时阵机器电厂就落用了。这些小型的电力资源可以经由 ICT 的控制的技术，在一个同一个时间往上或往下的调整，对于电力的稳定度效益可以大大的提升。如果现在在全台湾各个地方，每个人家家户户都有这些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在管理就非常需要虚拟电厂、智慧电网。所以唯有这样的帮助，让大家不会再担心这个电力系统不稳定跟不可靠。江应仪表示，要让机器电厂能生存下来，对电力贡献有贡献，也要靠政府来推动，加速机器电厂产业化，才能强化台湾电网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那是停电甲跳电，敢讲卖有限定的规矩咧？上湖变电所已经延迟几多年了，包括着内湖、松山、中山、个南港这些区。那是讲新建案的用电超过100千瓦，都可能会有供电危机。台电就回应，明年底上湖的临时变电所完成，情形会较好。苏控三大地震了后，台北市府查出，合来有7成以上的厝，厝龄超过30年。台北市就九万安化乡进入大都更时代，要么个也传出因为上湖变电所拖真侪年，内湖南港等四个行政区用电超过100千瓦的新建案用电户，恐惊会有供电危机。因为我觉得不是常态，所以应该还好。我觉得因为这个区域真的就已经高房价，如果还没有办法高服务，要不然房价就要低一点。点开台电官网，在电网困难线路上，161kV 设置到民权白线甲红线，拢是供电困难区。为了稳定电网，台电正式内湖、松山、南港甲中山，只要用电超过100千瓦的新申请案，拢要开20万。装遥控下载装置，一旦这个区供电爆发，避免线路跳脱停电，台电会下载新申请用电户。目前也无这款的情形，要过限电规矩，更是冲击新建案也引起关注。购物族如果把供电稳定与否纳为首要的购物考量的话，这样才会影响到新建案的买气。其实它现在的供电容量其实已经也算饱满。内湖、南港如果新建的案子新设的用电要去装遥控的卸载的装置，既有的用电不会影响。台电表示，明年底上湖临时变电所就会完工，到时阵供电输完，用电超过100千瓦的新用电户。可能唔免阁装遥控下载装置，专家也提醒，限电可能对厝内电器有损害，新住户爱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立陶宛的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头一轮是得到46.5%的选票，按讲那是讲无人过半，对第二轮举行第二轮的选举。啊，那现任总统是为着要修补甲中国关系，伫顶礼拜就讲，要台湾的代表处改做台北。支持民众拍鼓啊欢迎，立陶宛现任总统纳萨达第12个总统大选已经开出了80%外的选票中，摕到超过46%的支持，大赢主要对手现任总理西莫尼特的16.5%。We should stay united and not get tired from this war because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stage of this war. And only being decisive, being productive.We can support and we can win this war. Ukraine should win this war. There's no other alternative. 纳萨达也答应会继续要求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立陶宛人口280万，这摆大选投票率超过59%，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也不过总统大选采取绝对多数决，那候选人得票无过半，会第二轮举行第二轮的投票。立陶宛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主掌外交、国防和安全事务。3年前，同意两国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也不过为着修补甲中国的关系，纳萨达顶礼拜表示，台湾代表处应该依据国际标准使用台北。选民多数也认同纳萨达对俄国强硬立场。I think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and to vote.Not onl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ut do not forge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which will be in 1 month.
第六轮投票真有可能发生甲顶一届同款，由脑塞达对冠西莫尼特会进行。一般预料脑塞达有希望赢在后一个五年任期。同一日也举办双重国籍修宪公投，一旦通过，持有立陶宛国籍的人无需要放弃国籍，也会当加入其他国家的公民。严格排除俄罗斯、被俄罗斯等无优先国家国籍。六个公投的底含真悬，需要有超过半数合格选民的赞成。公司新闻邓慧玲编译。同款咧，进行选举又搁有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议会已经完成99%的选票，反对独立加泰隆尼亚社会党的席次有增加，啊，毋过并无过半，爱结冰才能执政。啊，那数据嘛显示，支持独立比例是降到42%。由西班牙前卫生部长伊拉领导加泰隆尼亚社会党在议会选举当中胜利，比2021年议会选举增加90%。选举期间，加泰隆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关系正做不是真重要焦点，其他议题比如矿化、住房危机正做主要挑战。Los partidos hemos obtenido alrededor del 28% de los votos, más de 850.000.votos y 42 diputados. Los partidos independentistas, a los que manifestamos todo nuestro respeto, suman 61 escaños y un poco más del 43% de los votos. Esto nos permite afirmar que Cataluña abre una nueva etapa.之前需要多数过半的68%，正是代表加泰隆尼亚社会党虽然得到上届选票，不过伊还需要吉民间过半执政。不过这对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来讲，因为独派手头夺回加泰隆尼亚，应该是一大胜利。我等待来对在法国南部举行竞选活动，前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是一大失败。伊所属的专业为加泰隆尼亚党提到35%，是第几？L'altra força parlamentària independentista, Esquerra Republicana, està disposada a refer ponts, està disposada a entrar en aquesta reflexió sobre els efectes de la desunió i de la manca d'una estratègia compartida. Nosaltres també hi estem.普伊格蒙特自从2017年推动独立失败了后，流亡比利时，面临司法起诉。西班牙是引起数十年来上严重的政治危机。安国政府已经提出特赦，因为推动独立被起诉人普伊格蒙特有可能回国。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出访澳洲，国安局的分析，中国是希望分化澳平跟美澳关系，研判未来迈进了澳洲各国的优待活动。外交部也强调，澳洲挺台湾的力量真强，会继续强化甲澳洲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完成访问澳洲三国，法国、塞尔维亚甲匈牙利。咱的国安局分析，中国想要分化澳平团结甲澳美关系，研判未来也会加大干扰澳洲各国优待活动。盼修补与欧关系，能重视在陆。经贸利益以及美国大选增加美欧关系变数。外交部也认为，习近平未来会继续访问澳洲，或者是邀请澳洲元首访问中国。何立辉观察，台湾跟澳洲各国关系是不是有可能有变化？法国也一再在重申，对台湾海峡的安全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经贸的议题的安全的问题，他们做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区隔。我们会持续的，全世界的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台湾的优势跟他们加强关系。这几年个，咱加强交流的立陶宛，多是总统大选期间，有希望连接的总统瑙塞达，煞提出应该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名做台北，来稳定立陶宛甲中国的关系。不过外交部指出，提出这议题应该是选举策略，而且瑙塞达在投票了后已经改嘴。他的语调已经更改了，他要持续跟台湾维持文化与经济的深化。您爸一般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语言，在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另外，要承认外交部长的吴钊燮最近跟国民党立委徐嘉欣因为涉到外交物件互呛，吴钊燮搁在社群媒体铺相片强调坚定立场，搁引起质疑。民众立委表示，拜三委员会会当面质询吴钊燮，有了有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要处理华东特别条例草案，那被人手表决可能会过关，下晡党团会做最后协商。民进党团就讲，那是那被强行过关，而且行政院定签总统许可，请立法院复议，甚至会申请释宪。控诉控三大地当了后，各界关心华东重建。国民党团总召卜冠奇等人所提案的华东快速、宽度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等，则是一点议会处理。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合作因素优势之下，有希望表决通过。十三下晡要进行最后一摆调解协商。暗过立委在批评草案时，恶控国库的失速列车。整个重大建设的可行性评估，曾几何时又变成立法院来做审查。那以现在台湾重大建设来看的话，一百多万，现在在做可行性评估，那是不是全部都收回，让立法院来审查？因为民众党团已经提出三读特别预算版本的修正动议，回归公布预算处理，已经得到国民党团同意。那十三党团协商无成功，因为草案拢已经通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相近就是议会对表决。他们也签字，就会变成针对我们修正动议的部分呢，是两个党团共提修正动议，用特别预算的部分，对，把它删掉。你要做的话，就要用公务预算。民众所殷殷期盼的交通建设有任何的进展吗？如果说没有进展，现在因为三党不过半，而在野党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诉求之后，又在口说违宪，这到底谁才是不想要做事的人？那那被联手共度关山成功，民进党立委已要求政府请总统许可。各议请立法院来复议，甚至申请释宪，针对民主宪政有马上危害部分，申请暂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造成华东严重受损的四月初三强烈地震，较大地震波的声音超过1400件。前辈即摆大地震第一时间国家警报敢若是无准，立法院冒去地震测报中心勘查，要求未来爱更加谨慎。值班人员将第一时间测量观测所得，累积做地震报告传送。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采人员轮班，24点钟作业无停。严格地控诉控三华联大地震迄天，七县市警报应应发而无发。气象署回溯迄天，因为大规模地震破裂过程复杂，初始破裂点并不是上大触动量，有经第一时间来规模都有误差。对于刚刚那种大地震。其实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错动会出来，那是不是要做这个预警？我们是不是先防患于未然就来发？其实这样到第三报，我们已经到7点了，其实是可以发出去，但是因为我们系统当初就没有把它报出去，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做调整。另外，影响三到六个月来，游园可能有较大的地震波。气象署伫台北的超级电脑机房，虽然强调会当耐震刺激，但不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关注，万一受到地震的冲击，无法度顺利运作，安怎启动备援应应？万一发生巨灾的话，在极端的状况之下，到南区的时候，我们会保留多少作业？当然，最重要核心的部分，天气预报的这些。基本的这个服务是全部都还在，地震也是能够持续的运作。气象署表示，影响台湾位置平凡地震区域，会继续增加测站密度。另外，为了防范海沟型地震，在南部海域开始布建海底地缆。不过，因为经费不足，会拆出分阶段来建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警界最近一直逼出风格问题，即马台亚分局侦查队的小队长嘛传出有家暴刑办会去调查局要求说明。台中警察局长就强调，对个案除了要加强辅导，必要时阵卖来做态度对象。台中市警界分局连环报，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江23号议会质询内底，嘛成为被炮轰的对象。即马开始，你要来整顿警戒风气。包括着一挂未爆弹。
台中市近届地调团出，前市兴大大队长林敏祖涉贪，阁包票八二集团，阁、成为通风报新闻内鬼。十二号阁团出武峰分局侦察队长林小队长，出现伫签到机房的现场。武峰警方虽然否认小队长有涉密，不过确实有出现伫现场，而且甲相关接触交往。二十三号阁团出台中市陈爱分局侦察队一个小队长，因为虎豹刑办会数千块，被调查局要求前往说明。局长李文江嘛坦言，目前已经有两个案件被列作态度的对象。这个同仁如果经过我们辅导没有效果，那我们就会把他列入汰除对象。他患有偷窃癖，所以我们认为经过辅导也经过心理咨商，我们认为无效。然后在之前又再犯。局长李文江表示，对着违法违纪的同仁，就依照规定先来进行辅导，若是无效果，就会被列作态度的对象，卖加强考核甲禁忌的要求。不过，未少民众最近对着禁忌无信心。人民的保姆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民众们会没办法幸福这样。难免还是会害怕，可是我相信还是好的警察还是很多这样子。虽然警方一再强调，若是有违法违纪，就会从重来移处。不过，要来挽回民众的信心，还需要一段时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中今年一月到四月，零售赛车的累患比起去年同期增加45%，引起外界关心。台中警方改提悬零售赛车取缔数量，增加看到警察比例。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地方政府拟定跨局处的防治策略，这是关键。汽车驾驶酒后开车，那亲像要停车，雄雄阁向倒边来开，结果到后壁的公车驾驶气冤家，竟然还阁上车动手要拍对方。这是今年3月发生伫咧台中市北区的酒驾案件。根据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台中酒驾累犯高达1373人，今年一至四月甲去年同期相比，累犯增加45%。民众是感觉数字伤寒。电话都相关，酒驾好像没有减少的感觉，因为就算法规改了，好像也是越来越多，都没有什么减少。重犯率太高了，再犯率太高了，这个量太大了。台中市交通局讲，有推动酒后代驾驾驶人情标章制度。警方是表示，为着要阻止酒驾，除了现有每个月8次的处罚轻罚，也阁会增加2至4次，让每个月至少有1次连续4至5天的处罚轻罚，增加警戒率。台中市每月有8次以上的取缔酒驾组合警力勤务，在既有的模式，我们要增加勤务2至4次。形成每一个月有连续4到5天的取缔酒驾勤务，而且要持续到年底。不过，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批评，防治酒驾不应该拢由第一线警察来承担，必须要由市府沿用跨局处的策略。目前6都只有台北和台南市有做到，台中市是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这些酒驾累犯，他们可能伴随的就是有酒精使用障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协助他们去把他们的酒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改变，他就是继续持续上路嘛。高淑珍认为，地方政府不应该沦为考核地理，包括驾驶人酒驾戒备、预防工地劳工食酒上路的路检、学校教育、鼓励饮食啉非酒精饮料等方法，才会当降低酒驾再犯的问题。记者台中报道。高雄的美食卖场传说是要搬去高雄的南屯园区，是引起抗议，烦恼在东堆交通大乱。高雄市府就讲，根据模拟的结果，是可能会造成交通问题，也已经建议美食卖场都要做减量检讨，搁再补件。即块紧邻高雄软体园区的高雄80期定位区，传出就是好事多高雄店未来要搬的地点。有高雄的规划加油站还阁有卖场，毋过还未开始动工，邻近的高软园区就出现抗议暴潮，烦恼卖场无另外辟专属的车道，会予当地交通大拍夹。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啊，那你唯一的出入口之后，好事多来了，一定会塞车啊。对啊，只是时间段的问题而已啊。是好事，但它可以不要共用到同一条。路啊，上班时你已经够，就时间一定会有点仓促了，然后你又要再花更多时间在那边排这个。上班族烦恼通勤时间变长，民进党高雄市议员简焕忠嘛一直接到顶前电话，烦恼园区甲卖场紧邻，另外道路又搁少，人车增加之外，嘛可能影响到轻铁的运行。针对好事多在那边开发，他们有一些疑虑，他们是希望就是说。
道路的部分、交通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处理啦？不然未来那边会严重的会影响到交通的堵塞啦，吼。议员讲，顶个月第二回即巡过，也是持续接到丁警电话。市府交通局回应，最近召开交通影响评估审查会议，根据车流的模拟，有四个路口伫个尖峰时段交通会塞掉的，已经建议卖场做好减量检讨。不过到十三号早时，卖场还未补件，也因为土地是私人地，地主是东南水泥甲另外一间公司合作的公司共同开发，早时拍算要来联络着东南米勒，不过这个进程还未取得回应。王刘婷等很困难不得。吴冰强是伫冰冻的后壁湖的海蟹藏水，说是发现一只绿海龟，是去钓鱼线钓到的。经过相关单位介入，海龟有向救起来，由海巡官收治。啊，不过海龟伤势严重，岛边的警卡可能都会记掉。海龟暗棍啊，明天盯着山甲沿地，防看了真唔甘。事发伫屏东后壁湖出水口附近海域，民众汤小姐在暗时去呛水，就看到这只绿海龟被钓鱼线钉掉的。快九点的时间去看到它的，它的左前肢完全不动。我有稍微靠近，因为看到它都不动，然后有个东西挂在它身上。绿海龟伫水底的时阵，倒边头前肢拢无法度收水，看起来状况无啥好。汤小姐赶紧上花找人救援。城大海岸海底研究中心接到通报了后，联络当地志工甲主管机关投入救援。游动姿势判断，就是他左前肢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动的能力了嘛。跟教练那边都找到人，跟海保署那边讲啊，好，那我们就下去。然后上岸之后，就是现地就先把那个鱼线先剪掉，然后就送到后壁湖安检所。救援志工在王浩文的指导下，先将钓鱼线加长，体长大约50公分的少年绿海龟，颔颈啊留着深深的吹痕，但搁较严重的是伊的倒边头前肢。后续救治的海巡官判断，鱼线至少长有一个月，已经造成骨头断去。那个鱼线缠绕在这左前肢的时间太久了。那造成那边已经其实有一个伤口，就是 X 光的判定是那边因为先前鱼钩鱼线的感染造成骨溶解，等于是骨头已经分离断掉了。收治伫海鲜馆的绿海龟，投入抗生素治疗了后，目前体态甲精神袂歹。后续兽医师嘛会评估是毋是爱对伊的倒边头前肢做截肢。记者陈宏武民交馆屏东报道。依然推动路边智慧停车格，暗哥算是向外谈讲，客户的电话是拍袂入去，部分阁毋是智慧停车格，可为红线即个问题。啊，那地方毛巾处公益的停车场提供新增停车优惠。路边智慧停车格有车条，民众提悠游卡也是信用卡都会当伫附近的缴费机缴费。也毋过，今日关233智慧车格是由关政府违法管理，有民众不满违法抢商客户订无用。外观区申请人数申请停车费优惠，都要提证件到违法公司申请，真无方便。新疆人士停车了后，上落车拢无方便，要用比平常前搁较久的时间，伫计时收费的停车场，停车费搁较贵。电信政府关键会当予宜兰公有停车场比较路边停车提供新疆价停车优惠。停车空间的收费的状况，那假如在这个地方没有另外的优惠处理，其实，在他们从医疗院所到停车场或者一些状况，对他们也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停车费便宜一点，你会支持 ？OK 啊 ，OK， 怎么说？为什么会觉得？便宜一点，你们有需求，因为长者比较需要。宜兰县部分非智慧化路边停车格，也予民众发现停车格有红线。至于到底敢会当停车，部分路边红线也会到外城防，这其实是真话。那应该是自己画的吧？为什么？那么歪。如果是路权机关去绘设的话，当然就是由路权机关这边去做改善。那如果是私设的部分，当然是路权机关去做一个土销的一个动作。关键户表示，智慧停车服务专线会且厂商提供更加侪分机，并将有任何问题，也会当核询关键户沟通处。公有停车场新增优惠部分，会根据监视收租借条来改善。那路边标线卫生问题，会来修正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算来对婚宴的民众来讲，这是交通方面的好消息咯。婚宴 TPS 去年底实施，达国会只要199元，就当作代替婚宴境界五站，阁有市区公车甲客运。啊，那这个月利息又阁推出达国会399元的月票，代替路线有增加彰化关甲嘉义关拢总七个车站。婚宴关 TPS 公共运输的登机票，为去年12月底上路，每个月199元。可以坐原来代替公车和公共自行车，无限制坐几届。
因民众跨区通勤中华行街一定需求，为5月24号将开始开卖399块的月票。如果通勤都上下班通勤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可能利多吧。那可能对通勤真的是会比较划得来啊，因为我不是通勤的，对，所以可能也是会觉得有好处啦。文管府高工局表示，去年底杀出五年关的 T-Pass 会当坐关内五站的代替，各包含公车、客运总共69条路线。新的方案各从中华街进来七站的代替加入。我们在用人数限内的话，每日大概1200位左右，那我们扩充园林到民雄，我们大概有4300位左右，扩充到12个站，那我们可以让民众节省每个月月票，大概可以节省1000多块钱。公局就讲，原本199块的方案，包括部分台中、中华南投，各嘉义县市客运系统，但通勤族对代替的需求较侪，现在佫增加代替中华嘉义辖区总共7站，整体经费由中央补助4000多万。文管府自行负担400万经费，去中央有念不到。桃园的国教处是开发真侪手机 App， 暗过有真侪使用率却是真低。台会城乡发展委员会就讲，市长张神静上任了后，是已经全面检讨，已经落架各款的 App。台会城的手机啊，即嘛是真普及。桃园市升级了后，国教处嘛开发手机 App， 已经有开上亿的经费，不过嘛有袂少设计不良、使用率真低的情形。现在民众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些 App 可以用，这些 App 一般民众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对对对，所以就会造成说你做这些 App 实际用到的人可能也没有很多，主要是没有人知道啊，是蛮浪费的。桃园市目前14个官方的 App， 目前下载次数跟使用的满意度也是真歹，亲像排上尾名的中油桃园炼油厂空气品质即时监测下载1035个，甲第一名的桃园粪扫车471000个来比，是差真多。真侪机关要求要建立退场的机制，避免偷这百姓纳税的钱。张善政市长呢，他的科技市长的名号是花而不实，外强中干，充其量只是把我们整个桃园市的市民呢当作他科技市长的实验品。郑文灿市长时期呢，开发了非常多的 App， 后期就已经停用了将近27个 App， 那总共呢浪费的预算大概有8000多万，将近9000万。立法会回应讲，已经提出桃园市政府 App 发展甲管理作业要点，每半年就要求各机关对家己开发的 App 敢有符合使用效益来做检讨。如果有2次啊，检视下来以后效果都不理想，我们就要求各机关把这个 App 来做对应的下架。针对使用率增加 App， 立法会表示，市政府先前上任了后有全面做检讨，有各家5个 App 提出来，包括桃园线顶新办数位行动凭证。桃园市立图书馆1.0、大溪时空旅人、AR 桃园、新澳滨海事务园，未来嘛无鼓励开发新的 App。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颁勋章给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人，安那赖清德就职典礼，那也敢有卢秀燕甲江启臣共会参加，安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有解讲可能会当出席。恭喜总统授勋。总统蔡英文亲身颁授勋章予副总统赖清德等13个政务人员，感谢执政团队过去8年付出。过去8年，因为有各位的携手打拼，一起让台湾跨出改革的第一里路。每一步都走得艰辛，但每一步都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了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也要祝福今天得到工商勋章的副总统，我相信在他的卓越领导之下，台湾一定会走向更光明、更美好、更灿烂的未来，也使台湾不管在国防、外交、两岸、经济、社会、医疗、科技的发展都会更上层楼。对是不是要参加五二抗尊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那也目前有台中市长卢秀燕家己欢迎副议长江启臣表态要参加，台北市长拢用市政行程真无闲做理由拒绝。啊，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13改嘴表示会请同事联络，是不是应调整市政行程？我已经请我的同仁去联系，看是否能够调整市政行程。如果可以，我就会出席五二就职典礼；但如果没有办法，还是依然祝福我们的新任政府未来的施政一切顺利，
也能够更直接的来回应民众的期待。我们上个礼拜五的下班的时候已经收到了，那谢谢总统府的邀请。朝野的合作不会取决于是否参加典礼，真正的关键重点是不是有诚心让台湾的政治走向良性的循环，还是要恶意的毁灭？我自控就职等待是不是要去？朱立伦无将为公事，个人表示，那民进党愿意将心放开，大拢愿意来庆贺赖清德就任，反对党诶，那继续恶意的摧毁，反对提高罢免，就算什么人去，拢无法度和调解和解。记者综合报道。国建署感情封地台建经费不足，要向行政院争取每年都会公布预算。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感情封地需求一直增加，未当讲挖苦分官，会当让国外用计质量来降低食分的比例。癌症已经连续四十多年排单国十大死亡原因的头名，每一年差不多有141,000人得癌，52,000人死亡。有着降低民众癌症的风险，国建署拟定上新国家癌症防治计划，其中台检癌症的经费明显无够，分片健康福利馆收益已经无够使用，所以会头一届向行政院争取每年度公布预算，金额是31亿。我们过去大概平均四个癌症大概一年将近500万的筛检量，年龄层也扩大，把这个强化这样的筛检，我们希望未来8年2030年能够达到。至少连筛千万嘛，让它的效益能够更好，然后降低癌症的死亡率。你的筛检量要变一倍，你的费用当然要增加。在国内分片健康馆的用途，大部分用在癌症筛检、防治或者是癌症的卫教，提升调癌患者的生活品质等等。不过最近这几年，分片健康馆煞有当年降低的情形。112年是275亿，比110年301亿减26亿。国健署表示。分片健康馆收入减少，无排除甲非法的烟、电子烟、加烧烟等等新型的烟事件有关系。推估未来5年，每一年分片健康馆差不多是270亿至280亿之间。其中分配用在癌症防治计划经费已经无够专业支付癌症防治的费用。面对不断增加的这个癌症防治需求，本来就不能单靠逐年不断下降的烟捐收入来指引，尤其癌症连续40多年都位居死因之首，那争取公务预算更显得重要。但是国建署却迟迟到今年才首度向行政院来争取相关的防治预算，那这是国建署的行政怠慢。事实上，台湾分片健康福利馆自民国98年调高到每一包20块了后，到达已经15年无够调整。在台湾每20分钟，都一个人因为烟的危害失去生命。有民间团体认为讲，以价来质量是上好烟害防治的手段。澳洲烟的介绍已经挖新台币1,000块，香港嘛有到400块，两国拢有成功降低食烟的比例。因为台湾烟的介绍明显是上低。成本的一个上升，去控制就是吸烟的人口能够进一步的下降，那也当然也是希望透过成本的一个增加，去让青少年能够远离这个烟害，透过一个调整，希望进一步的去控制我们台湾的吸烟人口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下降。现在回马后药，国内电子烟、加烧烟等等新型的电子烟，差距的效果歹，而且国内食烟食真调的人，感情体检的比率敢那有一成。政府应该赶紧制定应用的手段，对促进预防医学、防治业务的推动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天文公部长甲由经济学家出身的文官接任，啊，那原本的国防部长是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联邦议会上议公布，绍伊古将会离开国防部长的职位，由贝洛索夫接。俄战争也搁在里拍，国防部这么交好无军事经验的经济学家贝洛索夫接，可能真意外。克里姆林宫讲，国防加国安部分的预算，战争是3%，尾啊一直提悬到最近的6.7%。总统普京和有经济背景的文官来主掌国防部，确保相关支出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也真重要。因那绍伊古将会转任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被认为是主掌比国防部更加高阶的职务，确保政策的延续性。
一那实际指挥组织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是继续做，今年68岁少已故，自2010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在俄乌战争的时阵是关键的国际人物，以2023年加俄罗斯佣兵集团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戈金关系变坏。当当时普里戈金策动兵变失败，就被马少已故时败类老萧条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在印尼巴厘岛北边的樟阿头，维团县的天理村是一代代小团，嘛发展出到当地人才看为手机。这边的人互相包容，是听众人数非常国多。这是倒位嘞？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北部的一个樟头本卡拉，特别所在是，这只有当地人才看会到的手机。另外，无论是农民听众，拢会晓这款的手机，和咱去看卖啊一个。来到这个钟头，对着将钟啊架放伫头壳顶的福建人往人聚集的所在去。乡民人来这，居民热情的邀请阮入去。找到，找到个老人妹妹，是嘛？要跟哪老人吧？我干嘛搞的？要哪个？要哪个？要马杀一半了，要马杀炸的。怎啊来手机拢甲生活有关系，真形象好办，所以当地人会当讲每件拢会晓。拜访村内上老的农民82岁的格塔里卡，想要为伊身上了解农民的生活样貌，也毋过甲农民交朋友头一件代志，都是爱知影安怎该称呼。The same name.Why? Because the moon very hot. 格塔里卡看起来是真勇敢啊，哥真会讲。我的朋友有听人也有聋人，你觉得这样好吗？很好，大家都会比手语。我的朋友聋人朋友听人朋友，大家都会手语，从小一起长大，大家都相处很好，没有觉得我一个人被排除，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比起世界上其他农民的处境，多数拢是爱拍拼，用伫听进社会消毒资讯落差。也过伫遮，无人会因为听袂到去红白贴，所以被叫做农民的乌托邦。Saya harap, orang tuli yang ada di dunia bisa melihat dan mencontoh kita warga tuli yang ada di desa Bengkala. Kita di sini hampir sama.Tidak ada yang namanya diskriminasi. 记者采访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北部地区是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南瓜岛地区是19度到29度。感谢你的收看，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咯。We'll be right back.